是上来就说我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些政策要推行，你不是，你这边也好，你那边也好，你没有想法，你对执政也缺乏自信。那所以呢，你今天为什么会选上总统，就是捡到的嘛。台湾政府，台湾的政治就变成是比烂的嘛，因为对国民党失望，所以我们这身为国民党的人才会这么气嘛。然后不是因为你蔡英文行，也不是因为你2008年惨败之后你有任何的反省，你有任何的检讨，都不是，你就坐在家里不用做任何事情，等着这些什么太阳花啦、白色力量啊、反对力量一起，然后你在后面就挂死挂不稳。周一到周五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